快点快点啊，快点啊。虚有其表，满身党票。来来来来，各位乡亲，有漂亮的花布啊，货真价实啊，很便宜的，很便宜的，包你喜欢。来吧来吧，你不买看看也可以吗？来来来，这花布做点上衣好不好看？不错嘛，很好看，真像一位大美人。大美人，我说像一只七彩复活蛋。你这个兔崽子，说我像七彩复活蛋，我不敢。不是我，是他说的。啊，不是你啊，不错啊，哎，不错，不错，哎，你看，不错啊。啊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啊！岂有此理！哎呦，哎，别打我！哎呀，啊哈，这个女人这么凶哦！别打！哎，我真的没有说呀。哦，是的，光顾着打他了，连钱包都忘了。谢谢你啊，看看丢了钱没有。屁，多管闲事，臭娘们，你怎么那么三八呀？哎呀，您这个手生得很好啊，是真正的朱砂掌啊。这种手啊是万中无一，又软又滑，配合您的面型啊，真是十全十美，挺有福气的。谢谢您三分钱。好的，三分钱试试。是是是是，你说的我这么好，给你五分钱吧。哎呦，谢谢，麻烦你了。慢走慢走。喂，看相的，你这么看相，不给钱也没关系了，你看看我是不是福相。你呀，人无三尺高，肚内藏把刀，脸无四两肉，你非贱必是盗啊！哼，你也差不多呀，数眉数眼，毫无贵格，左刮右刮，难怪你会发财了。看着，相金先付，收钱。臭小子！那这才是真正的朱砂掌。哎呀，有人没穿裤子，快来看看，你看有人没穿裤子了，啊，又白又圆的，快来看快来看，有人没穿裤子了，快来看。哇，
这样。嘿嘿嘿，嗯，嘿嘿嘿，他，啊啊，就是他，替我倒彩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救命啊！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啊！大哥，哎，下车！啊？什么？你叫我下车啊？我告诉你一仔，哎，你真的不下车？不下。大哥，你干得好！有意思了，你看，嚯，这么多啊，喝啥的好。哎，干什么？快走，走啊！凶什么凶？此辈青莲大不同，周游四海五湖通。当日花亭曾共饮，谁知今日又相逢。干杯！干！哎，嘿嘿，哎，知己相逢千杯少，我阿超帮你们加水，包你们老去撒尿啊！唠唠叨叨的，喂，少啰嗦，走。神经什么神？查出自何处？查出巫山屋。说的对呀，这是真正的乌龙茶，这么大的茶馆不用伺候。山河向水汇君王，一口饮尽大清国。上堂有水，下堂无，下堂无水，无人知。是的，你们那个地盘是收入少，我们大哥是知道的。知道就行了。刘秀过关了，怎么拿法？拿中间那只。大哥说放他一马。放他一马，好吧。喂，两个人喝茶用这么多杯子，光灌水收双份啊。喂，干什么？老舅有话慢慢说。阿超啊，什么事儿？大哥，哎，两位大哥有事慢慢商量。大哥，七星剑，茶杯变化无穷尽，才疏学浅别认真。今日得封兄长面，望兄指教两三分。好，喝茶啊，快点。哦，啊，大哥，我不渴，你不能硬来啊。两位大哥，我兄弟刚刚出道，请多多包涵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哎。我们还没有谈妥，换个地方再谈好了。好，走走。你们还没会账呢。会账？你差点让人家会了账。
你怎么那么办呢？他们约好了在这儿开谈判的，算你走运，差点小命都丢了。是，我怎么知道他们在谈判？阿超，上班了，晚上司令府到会呢。喂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今儿这么早就上班，别以为我们白痴，你爷爷有的是钱。哎，小东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晚上司令府宴客，我们要到会，所以才提早上班的，到现在还缺两个散工呢。哎，你们两个去帮忙好不好？啊，喂，你有没有弄错呀？让大哥洗碟子洗碗去啊，那算什么？不去。哎，大哥，去吧，那有钱人很多，可以。老爷，多喝几杯。少爷，请喝。哎，各位别客气啊。老爷，饶过客气。爹爹，敬各位一杯。来，大家喝一杯。哎，各位请，各位请。请便，请便，请便。各位长官同僚，今天是犬子阿吉从欧洲留学回来，久违菜播，招待不周。本人名义上是替阿吉洗尘，实际上是想介绍他给各位叔叔伯伯认识。阿吉，快敬大家一杯。嗨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小孩子跟大人 ，My name is Jack， 希望以后大家多多指教。Cheers。请大家干一杯。啊，哎呦，干杯啊！王公子从欧洲留学回来，满嘴英文，真是一鸣惊人。你过奖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再干一杯。哦、，Welcome。哎，有没有机会下手啊？这事糟了，今天抓着我的那个女人居然也在这儿。你可以换一桌啊。哎呀，这有很多便衣警察在，忍耐一会儿吧。来，大家喝一杯。请。来，干杯，干杯。秘书处长到。蔡状元，我们俩去接他。好，阿吉，跟我一起来。别去了，我去就行了。丁署长，王司令，哎，怎么这么晚呢？啊，王司令，你知道了，公务在身，东奔西跑的。哦，今天真热闹啊！哎，是。蔡专员，来很久了吧？是啊，丁署长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本来没有空的，为了明天启程押运，不来也不行啊。对了，王司令，那批储备金准备好了没有？哦，早准备好了，就等您来过目了。阿翔，老爷，把三箱储备金抬出来。知道。他就是犬子阿吉，刚刚从欧洲留学回来。阿吉啊，快见过丁署长。Hello， 丁署长，一表人才，喝过洋墨水是与众不同。希望 uncle 您多多指教啊。老爷，全都在这儿了。丁署长，三箱储备金在这里，请过目。哦，已经贴了封条了。丁署长，要不要接风查验呢？哦，不用了，王司令德高望重，我还不相信吗？我决定明天动身。这样吧，最近治安不太好，要不要多派几个人加强保护？不用了，有你王司令同行，万无一失。来来，里边喝一杯。沉住气，别惊动人，回去商量一下再说。走。阿强，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没有？老爷，已经全部办妥了。那，你带着弟兄们在百步斜后面埋伏，他们一到就抢走三箱东西。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丁署长干掉，要做得干净一点。老爷，我会照办的。王司令，前面就是百步斜了，辛苦你了，请回吧。好，不用客气，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平安过了百步斜才放心。
大声一点，大点声啊！哎呀，你死得好惨呐、啊，真是没有天理啊！麻烦你把我的丈夫放下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吧，谢谢你。摔着 啊！没事吧？别撞山动鬼了，抄枪！该轮到我们出手了。哎，大哥，戏没完呢，还有两个。他们会不会认出我们？嘿嘿，你忘了我们是化了妆的吗？对。哎，让我来。呀！我真弄不明白啊，
那个王司令怎么会帮我们呢？谁帮你啊？分赃不匀，所以自相残杀。哎，管他那么多呢，他们是鹬蚌相争，我们是渔翁得利吗？我有了这笔横财啊，先开2年机缘再说，这么做对我们都方便。真是个色鬼，我才不这么想呢，先开几家当铺，轻轻松松当老板呢。听你的口气啊，常上当铺。哎呀，别顶嘴了，开箱吧。好啊。哇，是银沙，银沙。全是盐呐、是盐呀、还说开妓院呢，开咸蛋店跟咸鱼店还差不多。咸死你们小子。那也不错呀，反正肚子饿，还没吃过东西呢。哎，还是照老规矩啊，每人拿一箱子，换好衣服去吃饭。就是说了，先生点首歌听吧。去我们再尝试一下。哥，你又喝了，喝一瓶了，是吧？你老小心，你不行，今天就想喝酒，哎，你我知道。先生，哎，主板一打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别说瞎子我乱说话。今天买布鞋，干了一宗大买卖，有一个老公公跟着个小伙子，还有一个打着肚子的大姑娘。哎，他们胆子大的像水缸，用闪电手法劫走那黄金百万两。警方出花红，把他们来寻访，不过贼人怎么会认他们？真是了不起，果然有名堂。哎，大爷上个钱吧。咱们来这儿去去去去。难道金子埋在眼里头？说不定是障眼手法，再回去找找，也许眼里边有黄金呢。哎呀，金子，哎呀大哥，我不行了，我先走了、去吧。哎呀，大哥，我也走了。走。哎，我也不能抽呀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金子，金子。哥的箱子里，没有啊？难道不是这个箱子？你把车推出来干什么？你问我们呢？那你自己呢？我，我现在碍手碍脚的，所以就把它推出来了。不是吧？你是想找金子？金子？
不用找了，全都是眼。啊？我们也让人骗了。我看一定是那个王司令他在搞鬼。老爷，阿强，你是越老越糊涂了，居然找两个乡下人跟一个大肚子去干。虽然他们的功夫都不错，他们竟然忘了杀丁署长，结果还要我亲自动手。啊，两个乡下人跟一个大肚子？没有啊，我叫了六个弟兄在百步斜后山小路等到天黑，始终没有看见押运队经过。哦，那三个乡下人不是你的弟兄吗？不是的，不知道他们是哪一帮的。别管他们是什么来头，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找人劫走三箱东西。不过我怕会有麻烦。老爷，那笔黄金藏在什么地方？当然是藏在最安全的地方，等到风声过了之后我就跟你分了它。那这点你尽管放心。总而言之，你四我六，满意了吧？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哼，我是公安局大队长，奉了上级命令拘捕你。哼，什么话？拘捕我？你们没有权拘捕我，我是本地的保安司令，就算是你们的局长，他也没有权拘捕我。王司令，这完全是上级的命令。储备金被劫的事，你有很大嫌疑。胡说！储备金是在押运途中被劫的。你不要再赖了。来，一路把证人给抬进来。是。王伟忠，你啊！来人，带他回去。哎。那个狡猾的王司令也被抓到牢里边去了。哎，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了。那倒不一定，可以进牢里去调查呀。哎，对呀。不入虎穴，马谁说是马字啊？马燕子啊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不用功念书，你学问好。别吵。骗他们两个到牢里边去，打听打听有什么消息。哎，你们两个先到牢里边去，我在外面接应。啊，大哥呀，你说的倒容易啊，你以为是去游山玩水啊？那倒让大哥先进去啊。哎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？这种事让小弟去办吧，不用劳动两位大哥的。我去。哎，两位大哥，你们放心好了，我到了牢里啊，打听到消息一定会通知你们的，我小东绝不会独吞的，你们放心。两位大哥请保重，我去了。哎，等一等。哎，大哥，还是你刚才说的对，这件事呢我跟小东去。哎，等一等。嗯，你们不要以为我想偷懒呢、啊、这样好不好？咱们秋天决定。嗯，好啊。那这儿一共有三根香，两根是短的，抽到短的香呢就进牢里去，长的就留在家里。来吧，看看你们的运气了。
害了吧？嗯，想不到两位大哥合起来也比不上我这根肠子。好了，我们两个去走。哎，慢着，哎，我们两个怎么进去啊？这种事还用我教吗？去，不教就算了，你以为我不会啊？下次可要早点来呀。好好好，再见。哎，大哥，两位大哥，什么叫白玩你们明白了，看你们的本事了。哎，我可不行啊。哎，我最怕闻到女人那股味道了，还是想别的办法。哎，咱们牢里边见了。哎，吃点东西再说。那你进去吧。各位请坐。哎，两碗。哎，大哥进了牢之后别忘了来看看我啊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去看你的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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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，哎呦别打了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呀，老兄啊，惯窑的不给钱顶多是坐牢，干嘛打成这个样子啊？抓你坐牢没那么便宜，让你吃免费饭呢。走啊，大哥，惯窑子不给钱只是打一顿，不送到牢里去的。哎呀，幸亏我没有进去啊。这么胆小怎么做大哥？对呀，哎，阿超不是很麻烦了吗？我老实的告诉你吧，我没钱，你叫人来抓我。冤家，我对你可是真心的，谁跟你要钱呢？那我还有东西送给你呢。你看。哎，多少钱啊？一分钱。好。喂喂，阿超。啊。哎呀，阿超，他们有没有动你啊？动。我的脚都不能动了。哎呀，不来了，这种事怎么可以告诉别人呢？记得下次来找我啊。哎，大哥，白玩也不抓牢里去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有办法。哎呀，哎，咱们弟兄一场，别说我这做大哥的小气啊，这顿饭呢，包你们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。所谓啊，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是大开眼界。哎，尽量的甜呢。哇，还甜？你当我是甜鸭？哎呀，给你吃嘛又说不吃，不给你吃嘛又说没得吃。哎，你不要忘了肚子叫饿的时候啊。哎，阿超啊，昨天晚上你不是很卖力气的吗？哎，来呀，来一碗这个鹿尾巴汤，很补的。哇，昨晚没喝已经很厉害了，要是喝了那还得了啊。嘿，你可以多拿几个红包嘛。喂，两位大哥，我是酒醉饭饱了，有劳两位大哥下地狱啊。哎，来，我先祝你们两位坐牢成功。干杯。干杯啊。这趟委屈你们两位大哥，万一有什么包在我身上啊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再啰嗦了，你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吃饱了就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好了。哎，各位，今天呢，我大哥心情好，想请大家吃一顿，大家随便叫好了啊，别客气，算在我大哥账上，大家随便啊，别客气啊。老板，他们说全包了。哦，好。哎，你知道怎么做的吗？我知道什么呀？多算点钱啊。那还用说吗？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？他们吃了很多东西。哎呀，我们开酒馆做生意的，当然希望客人多吃点东西嘛。哎，看你们两位不像是吃白食的，难道不怕抓到衙门里去吧？哎，抓我客人，我这就去呀、啊！谢，别客气啊！谢谢两位啊！谢谢两位，不用客气，慢慢走啊，走啊！谢。哎，你吃饱了没有？饱了，算账了。好啊，伙计，算账！哎，来，您吃饱了，客官，谢谢您，一共108个大洋啊！108个大洋、哎，都吃什么了？哦，鹿尾巴炖鸡汤2份，原菜炖山蕊3大碗，象拔烧牛鞭4大碟，鲍鱼焖发菜1大碗，哎，连其他的呢，已经很便宜了，便宜，非常的便宜啊！是，请你拿一支笔来，拿支笔来、哎，我要算一算吗？啊，大哥叫你去拿笔，你就去拿。老板，他是要支笔、啊。哦，要笔。来了，客官笔来了。哎，客官，您不用看了，小店是不会开花账的。行了，我知道，怎么签呢？啊，随便呢，怎么签都行。随便呢。
客官了，对不起，我们这儿的规矩呢，要受现金的。说什么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我们乡下流行自动转账啊。说的对啊，我跟着我大哥出生入死，无论大小场面，哪个地方不是签字的？不服气报官。对呀，不服气啊，你们赶快去报官呢。哼，快点去报官，去呀。嗯，哎，老板啊，这两个人好像有点来头啊。你们俩在嘀咕什么？是很像，也就是官府来的。喂，你们还站在那儿干什么？快叫警察来抓我们呢！抓你们，老板！快叫警察来抓我们呢！快点去，让警察来抓我们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快去，快去，不用了，快去啊！这一顿呢，就是完全免费的，就算是小店呢，请你们两个吃。不行了，我们干白事了，怎么办？快去报官了！免费的，我叫警察免费的，我们不给报官了，要钱，我们请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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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等你啊！你请警察嘛，你。哎，这个世界可真奇怪啊。吃白食不用坐牢，哎，可不是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哎，想个办法。你说怎么办？想个办法，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坐牢才行啊？是啊。喂喂喂喂喂啊，什么事儿？大叔，你是不是瞎了？你们看不到上面写着什么？哎，上面写什么？不知道写什么呀。上面写着不准随地吐痰，是不是想坐牢啊？坐牢？哎，这样可以坐牢？大哥，早知道就不用这么麻烦了。我就是想坐牢，我再多加你一条罪，侮辱警察，跟我回去。进去，全部蹲下。蹲下，蹲下，蹲下。把那首歌。一共有多少人啊？一共四个。一个一个的叫他们进来。是，你先进去。快点，长官，这小子很机灵，比我还机灵。把手拿出来。叫什么名字？杨金。犯了什么罪啊？两次强奸老太太，三次非礼未成年少女。看不出你人小鬼大，还老少咸宜。高总也该死。坐多久？18个月，等于一年半。我是初犯的。才一年半呀，怪不得最近这么多色鬼啊。有什么要求？阿坤，有三号监房。是，来，咱来三号监房，下一个，快点，快点。长官，又是你这个流氓，这么快就回来，又犯什么罪啊？打劫、伤人、绑票三样罪，一共才判了我2年。哼，这个法官一定是搞错了。我要是法官呢，一定判你10年8年的。哎，长官，要是法官都像你这样，就不用盖监牢喽。为什么？很简单呢，判这么重，有谁敢犯罪的？没有人犯罪，就没有人坐牢，没有人坐牢，不就天下太平了吗？还有监牢干什么？你这么会说话，不去卖膏药太可惜了。哎，老实说啊，我要是当法官呢，抓一个杀一个，吓得他们谁也不敢犯罪。这样下去呢，不用多久，连监狱官都取消了。别说废话了，带他去2号。又是2号，走吧，啰啰嗦嗦的。2号监房，老坤，叫他们俩一起进来，一起进来。哎，长官，长官。把帽子摘了啊！是，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生。我叫马超。犯什么罪？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随地吐痰，还侮辱警务人员呢。念你们是初犯，不用坐牢，罚钱就行了。拿两个大洋来啊！我们没有钱呢。报告长官，我们这次是进来观光的，很多人想都想不到。这样好吧？那我就成全你们。阿坤，哟，带他们两个进1号监房。谢谢长官。洪大哥，这两个交给你了。1号监房，犯什么罪？随地吐痰，侮辱警察。啊，不管在哪儿都有规矩，监房的规矩懂吗？我不懂，你问我大哥。装蒜。哎呀，学人家做老大够资格吗？兄弟别乱来，还是会家子，让我摸摸底。
高希庙，哎呦，哎，哇，哎，乌龙江，哇，哎，哇，哈，哈，哎，哇，哈，哈，哎，哈，哈，哎，长沙湾，哇，哎，二板桥，把师叫来，二板桥头过万军，左同右也不差分，朱家大桥冯家过，不过此桥是卖人，有两下子，桥底师呢？同时复出过此桥，五人得道来云霄，翻脚香炉无水面，声声啼叫灭清朝。哎，好极了！啊，五指山，把师叫来。过了一弯又一弯，我驾原渡五指山，一心来寻姑嫂庙，左右还来第三殿。好功夫，承让承让。好说，大哥真行，这么多规矩。两位，请跟我进来。哎，那不是王司令吗？是啊，喂，怎么办？哎，过去过去过去。我那怎么行？哎、行。哎，冯大哥，哎，干什么？怎么那么大个间房，就是一个人住啊？哦，那个人的身份特别啊。我想过去清静清静，行不行？帮帮忙，哎。好吧，等等啊，阿坤，什么事啊？哦，这位犯人说他想过去清静清静。好，你带他过去吧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喂，王司令，你好吗？我是来陪你的，你真行啊，偷龙转凤，黄金变白眼。喂，别装傻了，把黄金藏在哪儿了？喂，我在跟你说话呀，你不是睡着了吧？嗯。喂，我们出来跑跑的，讲的是义气，真的到底在哪儿？你说出来咱们对分。我老实告诉你吧，抢那三箱假东西的就是我们，上吊的是我，大肚子的是我兄弟，我们出来作证揭穿秘密，不枪毙你才怪。王司令，走快一点，人家在等着你。喂，喂，你是谁？原来是你，王司令，请坐。王伯伯，请坐，请坐。坐，王司令，我相信你早就知道我的来意了吧？我不知道。关于百步鞋被劫那批储备金，我希望你赶快把它交出来。喂，专员在问你话呢。假如你肯合作的话，我会从轻发落的。王伯伯，当天的情形我亲眼看见的，储备金被劫可以说全是你布的局。再说你跟我爸爸又是老朋友了，假如你说出来，他一定会帮你忙的。来，喝杯茶，慢慢说给专员听。怎么样，真的不肯说出来吗？你不听我的劝告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监狱官，在，把他带回去。是。你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。爸爸，虽然他不肯说，我也会有办法破案的。这不行了吗？待会儿再玩啊。嗨，爹地。阿菊，嗯，怎么现在才来看我？我早就想来了，可是偏偏最近生意很忙啊，到今天才有空。I'm sorry。你肯学做生意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是做什么生意？
您的儿子是聪明人呢。我打算在短期内把本镇发展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地方。你有这么大的抱负，也不枉费我送你到欧洲去留学。我这次进来不知道哪天才能出去，外面要靠你自己了。您放心吧，爹爹，我干的这门生意啊，绝不会亏本的。哦，是什么生意？我跟朋友呢，合伙开了一家豪华的妓院，像这一类的生意呢，在外国是非常流行的，一定赚钱。那你什么地方来的本钱？哦，我把您那间大房子给卖了。你这畜生！爸爸，你听我说，爸，不要这样！爸爸，爸爸，您干什么呀？我打死你个败家子！你有事慢慢商量吧，爸爸，哎呀，爸爸您疯了吗？你这畜生，把坐船的房子也卖了。在这个地方不许放肆。阿坤，有拉开他们。看什么看？你这混蛋，坐船的房子怎么能卖呢？我发财就靠他。你自己想想吧，我为什么要打你？你回去好好的想想清楚啊。你这畜生，你看你把我气成什么样子啊。少爷。阿强去看过老爷了。是啊。老爷说些什么？有什么好说啊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让他给打了一顿。老爷有没有叫我去看他？不知道，你爱去就去吧。哎，不要这，不要玩了嘛！你，哎呀，你不要玩了，你可说话声音小点。哎呀，监狱官啊，哎，谢谢你给我换个地方，这老疯子老搅和我。哎呀，阿坤，为什么会把他关在这儿啊？他自己说这儿清静嘛。我怕他了。哎呀，你不是要清静吗？不，哎呦，不现在味儿挺好。哎呀，我过，又有人来看王维忠了。哎呀，就是他。你也是来看王维忠的？是的。不行啊，我们这儿的规矩，每个犯人每天只允许探一次。他儿子刚刚来看过他了，你明天来吧。哎，长官，请你通融一下，我很快就走。很快？好吧，跟我进来办手续。你是王维忠什么人呢？不要待太久啊，阿坤。有，带王文忠出来见他。是。你到外边去等他。谢谢。阿强，想不到你会来看我。老爷，我跟了你十几年，你有难，我怎么会不来呢？老爷，刚才少爷是不是来过？你跟他说过什么？提起那畜生我一肚子气。我进来没多久，他马上把房子卖给人家做妓院，我不打死他已经算是运气。我也劝过他了，可惜他不听我的。对了，你答应我的事，希望你遵守诺言。我以为你一心来看我，原来是有目的的。也不完全是，反正你现在不能出去，不如先告诉我那批东西藏在什么地方，喝杯茶吧。
让我去把他找出来，再叫弟兄们救你出去，然后从长计议。阿强，我这次凶多吉少，要是我真的死了，你无论如何把我葬在黄竹山衣冠冢那里，明白吗？黄竹山衣冠冢那里，明白了没有？啊，明白明白。黄竹山衣冠冢是不是？一步。是啊，我们可不能吃亏啊！过去，好，别急，等一等，让他先开好了井，我们再喝水，不是一样吗？趴下。好。给我站住！大哥，多个萝卜，多个坑。消息泄露出去，哼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我们坐山观虎斗，然后坐收渔人之利。三更半夜偷挖人家的坟墓，该当何罪？这是咱们王府私人的地方，关你老家伙什么事？他怪不得我探监那天你倒茶倒水的，原来在那儿偷听，是不是也想分一份？是怎么样？这种不义之财，见者有份。哼，动手！来点新鲜空气，新鲜空气，新鲜空气，起来起来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成龙也是这么打出名的，起来再打。分你们一份。哼，说这话的人死了，你们是不是也想跟着去？快去帮我，快去！
大哥，快去帮他！哎呀，你先把他摆平了再说嘛！快去，快去！哎，他帮着推车也是一样的。喂，你们两个不管我了啊！哎呀，哎呦！我可救了你啊！你呀，我也救了你呀！哎呀，马超，快来帮忙！来了，来了！哇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好，联手上！哎，哇，哎呀，哎呀，该死的司令把金子藏哪儿了？哎，藏到哪儿去了？哎，再想想看，还有谁来看过他？没有人来过。哎，他儿子。哎呀，跟他儿子有什么关系？他一看见他儿子就打他。嗯，打儿子？嗯，怎么打法的？嗯，先是一巴掌，打完之后，感觉就乱打呀。他儿子到处躲，差点把他打死。就是这样了。爸爸打儿子，哎，我明白了，他在动作上暗示他儿子。哎哎，大哥，你看见他动手的？我看见的。那你学他爸爸打我吧。来，好，来打我吧。好。哎呀，我你怎么真打呀？他是这么用力打的。哎，等等，别动，哎，我看啊。这个，哎，对了，哎，这是绞丝边啊，这，啊，哎，继续打，哎，别动，哎，看看是什么字，哎，小心弄花了啊，这什么字啊？好像是个围字嘛，围字，嗯。哎，是啊，是个围子，哎，继续打呀！啊，哎呦，哎呀，啊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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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哎呀，爸爸您疯了吧？傻小子，打完了，马超，把他抬起来啊！来，哎，小心点啊！哎，中，围。围中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嘛？围中，哎，王维忠不就是王司令的名字吗？你这笨蛋，打自己的名字出来干什么？啊，哎，对了，王司令的府邸不是叫围中阁吗？啊，那些东西啊，一定是藏在那儿。对，对呀，走。走哎呦，三位大爷，请跟我到里边来坐啊。啊，哎，来呀。来嘛，慢慢走。三位请坐啊。啊，哎，三位大爷，我去叫几位姑娘来陪陪你们呢啊。啊，秋喜呀，快倒茶。哎，老板娘啊。啊，这不是王司令的府邸围中阁吗？
现在怎么变成了妓院了？哦，因为王司令给官府抓了去了，他的少爷拿这房子跟我合作做生意，我们刚刚开了没有多久，所以打八折优待你们大爷们。嗯，听起来很便宜，不过可别货不对版啊。哎呀，大爷啊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这儿的姑娘啊，个个都是年轻貌美，全都长得比我漂亮。啊，跟你比呀、啊？说的是30年前呢，老实说，不是老娘夸口啊，我们这儿啊全都是上等货，个个热情如火，不会推三推四的。哎，我也不多说了啊，待会儿你们看见就知道了。你们坐会儿啊。嘿，真的假的？要是个个像他一样啊，我宁可一辈子大光棍啊。嗯、哎，别这么性急啊，不要重色轻财。嗯，我们是来寻宝的，不是来跑妞的。嗯。啊，大爷请看啊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你们慢慢选呢哈。哎呀，哇，哎呀，好，大爷，我没骗你们吧，个个都是上等货色。喂，哇，哇，我选你。你们三位都选我，要死了！只有三星半月，哪有三月半星的道理啊？丫头，怎么不行啊？想当年老娘一对四，不也是一样的吗？很刺激的，我可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，不如你干了吧。哎呀，阿莲呐、啊，我不行啊！老娘风刀归隐已经十几年了。要是三位大爷有兴趣的话，老娘也可以勉为其难，复出江湖，再重振声威。哎，不必啊，哎，大哥，你合适啊？你不是常说江月老爷辣吗？你来吧。哎哎哎哎，大哥，勉为其难吧。哎哎，来，大爷，哎，就这么说了啊？哎，我们走。哎哎，大哥看中的你也抢啊？就是嘛，还是让给我吧。哎，你也不可以，我可以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来来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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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打！大哥怎么样嘛？抢我的妞！哎，不要打！不要打架！哎，好呀，好呀，哎，真要打呀！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哎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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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哎呀，也没有。哎，哎，这是墙壁啊。快掉眼神了，这样打架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是这么拼命当然是真的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又是假的。哎呀，糟了，我的家具全完喽。妈妈去劝劝他们吧，不然咱们怡红院给他们拆光了。你们找不到的了。啊，是不是没有啊？你们看，真没有，在这个里边，哎，这边也没有啊！哈哈，哎呦，三位大爷，你们可害死我了，砸烂我这么多的东西，你叫我怎么办呢？你想怎么办？怎么都得赔点钱给我才行啊！你要赔多少啊？哎呀，砸烂我这么多的东西，最少也得赔我200块啊！啊，哎，你有多少？我啊，嗯，没有啊。你呢？啊，
我也没有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没钱逛什么窑子？哎，哦，还有，哎，老弟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啊，受伤倒没有，不过有点疼啊。哎呀，老兄，你也是，哎，这么大个人欺负个小孩子，到这儿来是寻欢作乐吗？啊，何必为这种小事吵架呢？老板娘，找几个小妞陪陪他们，上我的账。哎呀，真是谢谢你了，王少爷。哎，阿莲、阿花、阿芳啊，你们快点来呀。啊，王少爷啊，他们砸烂了我这么多东西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哦，巧意思了，跟这位大爷拿吧。啊，跟我拿？我哪来钱拿？哼，你客气了，你的口袋里不是有370吗？我没有啊，我哎，有了，有就赔给人家啊，赔给他呀。哎呦，用不了这么多的。哎，我先谢谢三位大爷了啊。哎，阿莲、阿芳、阿花，你们快点来呀，快点，快点，过来，记得好好的招呼这三位大爷啊。快进去吧，哈，进去了，三位慢慢玩啊。少爷，您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出钱让人家逛窑的。是啊，你是嫌钱多了？哼，你们不会懂的，这就叫做互相利用。喂，我们要不要等等阿超？他在快活呢，别理他。房子卖给人家，还要我们回来找东西，可不是吗？还要我们偷偷摸摸的。哎，别废话，进去啊。
试试。刚才那两个是什么人呢？喂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哎，刚才那两个家伙都挺厉害的，我们差点跑不掉。是啊，那你认不认识他们呀？我怎么认识他们？他们也是穿黑衣服的，不过我看见他们穿的是白袜子。白袜子啊，是不是这种啊？哎呀，奇怪了，明明指的是围中阁，怎么会找不到呢？哎，那个该死的王司令不知道把金子藏在什么地方了，不可能找不到的。两位大哥，我不干了，我要退出。啊，一心指望你们进去探消息，结果怎么样？找到明殿也找不到啊。你的记性好，再想清楚有没有记错啊？不会呀、啊，爸爸打儿子，打完了以后呢？你这畜生！你看你把我气成什么样子、啊！哎，我猜到了。你们先说，一起说，好好。石狮子。你们两个到那边。啊！大哥，真是金的。是啊，整个都是金的。大哥，下边有轮子，可以拉走啊！别撬了，拉回去再说。走，好。才不可露眼啊！啊，先盖着它。哎，来走，走。哎呦，啊，哎呦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用力走。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！我们上一个东西没敢偷啊！谁说偷？我们是拉的，你先找死！哎呀！
你们三位一体的联手实在是合作的天衣无缝，连我最好的左右手都让你们给摆平了。他们知道藏经的秘密，早晚都是一死。你们好一招明打暗查，黑夜摸索，我早就知道你们会领悟到我家围中阁的奥妙。哎，我爸爸也的确是很狡猾，转弯抹角也不直接告诉我。谢谢你们三位聪明人，不然的话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些金子会藏在石狮子里面。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再多谢三位替我找回了这批家产。什么？这是你们家的家产，全都是些不义之财，我们为了这些金子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。是啊，要我装大肚子打劫，后来打开一看全是银，假装犯罪去坐牢，给那个疯子折腾半天，还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拼出来才知道金子藏在这儿。哦，那你们三位可真是劳苦功高了，该赏该赏。请问三位是要奖品呢，还是要奖金啊？我要你两眼冒金星儿！还没回答就想拿奖品，还出这招啊？不行了！分开，没法子了吧？哎呀！Oh!
有两下子。说要靠这三个傻瓜帮我们破这件案子。大队长，带他们回去。是。啊啊！不关我们的事啊！不关我们的事啊！不关我们的事啊！叫你们回去拿赏金。啊！赏金！拿赏金！
们给摆平了。他们知道藏金的秘密，早晚都是一死。你们好一招明打暗查，黑夜摸索，我早就知道你们会领悟到我家维中阁的奥妙。哎，我爸爸也的确是很狡猾，转弯抹角也不直接告诉我。谢谢你们三位聪明人，不然的话，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些金子会藏在石狮子里面。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再多谢三位替我找回了这批家产。什么？这是你们家的家产，全都是些不义之财，我们为了这些金子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。是啊，要我装大肚子打劫，后来打开一看全是盐，假装犯罪去坐牢，给那个疯子折腾半天，还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拼出来，才知道金子藏在这儿。哦，那你们三位可真是劳苦功高了，该赏该赏。请问三位是要奖品呢，还是要奖金啊？我要你两眼冒金星。还没回答就想拿奖品，还出这招啊，不行啊。把你们分开，没法子了吧？哎呀！
Yeah.